完了完了，我妈妈来大陆的感受竟然是她要活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正常一口气，我根本就挤不下去，在这边我就活不下去。竟然是他要活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烤的地瓜也用手机刷、啊。刚才那个地瓜车开走了，但是呢，他在车上就会有一个像这样子，一键扫码就可以缴费的一个二维码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要怎么办？现在烤一手机，我根本就挤不下去，在这边我就活不下去。台湾省人，我希望台湾省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怀抱。今年15岁。台湾省人，我希望台湾省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出生在台湾吗？出生之后就一直在大陆。所以觉得自己是元气少女吗？嗯。高中想在哪里读？我高中还想继续在大陆这边读，因为我觉得在这边读书很开心。初中开心还是高中开心？我觉得高中比较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。